两句。 让朋友追问他的听说，算了算了算了，不要自不其短了。姚先生是等一下，姚先生是等一下。姚先生的 last of 啊？对，你知道 the last but not least 的意思吗？ 再讲一遍整句话。 the last but not least。你有麦克风在这边不是很近吗？大家不都听到了？对，现在英语教学哦，大可也来了。好啦，真的是非常感谢。然后因为我们现在算是忙到一个阶段，然后也检讨完了，所以有时间开直播。篇幅的那个看板，然后还有应援的饮料，还有那个应援棒，对，应援棒很酷。你们真的很有才华，而且那个布织布的袋子我非常爱，我自己已经拿了一个，我会很爱用它的。Gotcha bag袋子。不是叫这个啊？哦，烟枪哦，长风，我不会忘记你。你今天一来，我不就发现你了吗？还叫你教我唱歌。我刚看到你 Jenny 录的那个稀土稀土，你们算是蛮搞笑的。有啦 ，NG 版的好笑，但是另外一个蛮不错的。酱料还不够吗？谢谢 Cindy。对，今天回去吃饱，我就要睡到自然醒。手机直接关机 ，Cindy 那个袋子我自己都没有。好，那你再来参加 Titan 的那个抽奖活动，我们会抽出来拿别人的礼物当抽奖。没来开玩笑的，你可以来拿一个啊。谢谢长风。对，那个我们。改天再直播跟你们聊天，先给正义，因为怕快没电了。正义给正义先走。那个我的手机没有电了，然后，麦克风在这边。哦，我手机要没电了，所以大家的讯息我没办法看到，先跟你们说一下，我回去再一个看。好了，现在好了。啊。太近，就讲一下。看破到那个吗？Hello， 大家都要这样是不是？嗨 ，Hello， 哎，谢谢你们今天来。
好，加油，真的要加油，庆功宴。今天吃了一些，哇，平常吃不到的东西。子琪，你刚才自己去庆功宴是不是？来台中办一场，我们超想去台中，超想去高雄的，真的。是长风吗？长风，不要再躲了。现在算是蛮放纵的。真的，巨蛋，巨蛋你们会来吧？巨蛋来了吧？我是觉得还是控制一下，十号之前。十号要干嘛？看起来很累吗？你讲什么？还在骗哦？啊，不是，你不要骗哦！哎，不要骗哦！哎，忘记了。那我要一个来。现在开始进行歌词高雄，我讲一句，然后就谁先讲到下句就赢了。预备。今天。好了，我们 Titan 一起讲一些话吧，好不好？哎，我还没讲呢，我还没讲是不是？我还没讲，你刚才不是讲了吗？准备，然后你该给他讲，他快没电了。好了，你不要再面对镜头就把下巴凸出来了。这里跟汉字比，我讲一句歌词，然后看谁先答出下一句，然后把它重新出题哦。但这哎，但这魔法不是魔术。Hello。跳过 pass， 爱 pass， 绝对好感的、啊、哦。哎，不是，我是奥斯汀。Bonjour， 谢谢火锅，很乖。阿廖哥，还有什么？多谢。爱雷，爱雷，雷雷，雷雷，我好中意，中意雷。我好，吃饭，吃饭，吃饭，唔爱。怎么变太？好吧，没有。
伯伯，伯伯，伯伯，对啊，好，我已经在跳没电了。